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事政，坐回来，我是蔡小军。又到了五月报税的季节，今年的报税有什么样的新措施？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呢？另外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省荷包？今天就为您邀请到三位报税的专家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跟大家一一解惑。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北区国税局基隆分局的科长游丽雪。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游科长好。第二位呢，也是我们北区国税局基隆分局的科长马小慧。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马科长好。第三位呢，是我们基隆市信义基侦所的股长黄真菊。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黄股长好，要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又到了这个报税的时间。今年申报112年度综合所得税的申报期限跟收件的期间是什么时候呢？另外有没有加收日期？我们要请教游科长。112年的综所税结算申报期间是113年5月1号到113年的5月31号。那五月的最后一周就是5月27到5月31号。中午我们是不休息的，那5月31号加班到晚上7点，所以上班族的纳税义务人可多加利用上述的时间，是就近的国税局办理综所税的结算申报。所以绿色画起来的地方是中午不休息的。对，我们中午不休息，然后也可以辅导你做申报或是收件。那最后一天的部分，我们是服务到7点，晚上7点。对，晚上7点。嗯、所以如果你要临柜缴税的话，要把握好这个时间哦。那另外呢，调查112年度所得及扣除的资料，除了到国税局临柜之外，有没有其他自行的调查方式？调查方式很方便，可以进财政部的电子申报缴税网，以自然人凭证、健保卡、电子凭证或行动电话认证，在线上取得查询码，有含户号，或者是在四大便利超商、统一、全家、OK、莱尔富、多媒体的资讯机，以自然人凭证或已注册的健保卡凭证认证身份后，即可以取得查询码，这个的部分都有含户号，所以如果你不是临柜来做申请，可以多利用这两种方式，对，超商也查得到，超商也可以查得到，非常方便。对，最方便就是拿健保卡吧，就是下面的那个号码，没错，健保卡的四个。健保卡的那个卡号是大家要记得，可以有这么多的方式。那要请教我们的马科长，除了呢现场临柜来取号之外，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来预约呢？是有的，民众可以透过网络预约或电话预约，那就可以预约次日起3个工作日以内的服务时段。那民众于预约时段报到取号，那我们国税局将会优先叫号服务，可以减少等候时间。那我们例如说今天是5月15日，那民众就可以预约16、17、183个工作天的时间。那如果你没有提前预约，临时想要到现场报税的民众呢，也可以利用当日线上取号服务，那就先取号再到现场报到，一样也可以节省等候时间。所以用 APP 就可以进去吗？扫那个 QR code？ 对，就是扫 QR code， 或者是你到我们的国税局的网站里面也都有预约的那个画面可以点选。哇，那真的很方便，就是临时今天突然间有空了，那早上就赶快点进去，下午就可以去缴税了。对，这也是非常方便的。好，那如果有民众想要自己在家来申报的话，可以有哪些方式呢？我们要请教黄股长。是的，民众如果想要在家自行申报，可以用手机跟电脑上网报，不必下载安装软体 APP。那么我们只要在浏览器搜寻报税两个字，就可以进入财政部电子缴税服务网，那么会有手机版跟线上版两种，都可以网路申报。那手机版的话，在这里介绍3种登录方式，我们可以用行动电话认证或者是户号加查询码，也可以用那个行动自然人凭证登录。那如果是用桌机或笔电的话，除了以上三种登录方式之外，也可以用已经注册的健保卡，或者是自然人凭证，或是电子凭证登录，这样。哇，真的很方便，真的在家里就可以用电脑、桌机，或者是用你的手机、平板。像我们刚刚有同事直接一下就报完税了，钱就缴了，真的是非常方便。那要请教我们的游科长，跟大家分享一下112年度综合所得税申报服务有没有新的措施呢？今年的112年的综所税的
申报的部分有四个的部分是有新增修的。那第一个的部分就是在于电子申报的增修项目，增加了一个资料税额估算的功能。那税额估算功能的部分只限于线上版跟手机版。然后就是民法的12条满18岁成年的规定，所以112年的中所税申报是适用的。然后第三个部分就是 CFC 制度从今年的112年1月1号实施。那第四个的部分就是网络申报的附件上传的容量增功能的部分就是增加，那又去年的功能的部分是10枚，那今年的部分的话就是增加为15枚。哦，真的是还不错，就是新的方式。那就民众很多又问，哎，那我们家有18岁，满18岁，一般112年今年就有18岁的青少年朋友吗？那他们是不是就要报税了呢？对，今年的部分的话，就是满18岁的成年，那今年在中所税的申报的时候就适用了。那因为民法的规定的话，成年人有行为能力，他可以单独行使法律行为，因此所得税法是循民法的规定，成年人原则上应自行担任纳税义务人办理结算申报。但是如果你符合因在校就学、身心障碍或者是无谋生能力受纳税义务人抚养的话，也可以由纳税义务人列报其免税额。所以如果是满18岁，那你有在学，那也没有所得的话，你可以让有纳税义务人，就是你的父母亲当你的抚养你，当抚养亲属。是，所以大家可以算好，如果你赚的比你爸妈多的话，你就要自己来报税了，这样比较划算，要先算好。好，那另外呢，要请教我们的马科长哦。我不记得，就是我们每次报完税都要把东西印出来，然后寄到国税局。对，那去年开始就不用，就是直接上传就可以了。那今年度呢？就是今年如果你是有纸本附件的话，那还是请于2013年的6月11日前用递送或邮寄到国税局。那网络或是手机申报的附件，今年一样可以网络上传，可是档案格式一定要是 PDF、JPG 或 PNG， 不可以加密。那我们今年是每户申报上传的附件容量，我们提升到15MB。那民众可以申报后及时上传，或者是先申报后上传都可以。那我们附件上传的截止时间是到2013年的6月11日止，民众可以多加采用，不用出门，方便又快速。哎、欸，真的很方便哎，只要上传就好，而且容量还加大了。对，大家要记得，能上传就上传。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税额试算通知书，有的民众就会提出疑问哦，哎，我去年有收到，但为什么我今年没有收到呢？我们要请教黄股长。并非每个人都收得到哦。如果你111年度办理结算申报，经过税局核定是属于内容单纯的案件，这个时候如果你112年也没有不适用的情形，这个时候国税局才会主动提供税额试算服务。哦，好，那今年度呢也会收到通知吗？今年度有一些比较大的调整，在这里跟大家说明一下。第一种情况是说，如果说你属于下列任何一种情形的话，就不会再寄发税额试算书表。那第一点就是说，如果你110年跟111年都符合税额试算，但是你都没有采用，或者是第二种情形，你111年符合税额试算，你没有采用，但是你是以网络或者人工二维方式完成结算申报者，这种情况就不会再寄发税额试算书表。那第二种调整的情况就是说，不会收到纸本的税额试算书表，会收到简讯或者是邮件通知。那这也分两种情形跟大家说明。第一种情况就是说，你111年度是以凭证或行动电话认证线上登录完成申报者。那第二种情况就是说，如果你不是属于身心障碍或失能的情况，是40岁以下的民众，或者是41岁到69岁，你111年度是以身份证统一编号或者是线上验证码线上登录完成申报，而且112年属于不缴不退的案子，这个情况你就是不会收到资本的税额试算通知书。哦，所以大家有任何疑问，都其实可以打电话到国税局来查询。但是没有收到的话，你就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找到看你今年的税额试算哦。而说到税额试算呢，就要带，还有对不对？对。好，
没有，就是说如果有收到税额试算通知书的人，那我们要如何完成申报呢？那我们收到会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缴税，第二种是退税，或者是不缴不退。那如果是缴税的话，只要去缴税就完成申报。那如果是退税或者是不缴不退的情况之下，记得要回复才算完成申报。那回复的方式呢有三种，一种是线上登录确认回复，那第二种是电话语音回复，第三种就是纸本送到国税局回复。所以大家要记得有三种的方式。说到税额试算通知书，就要带大家来看看今年度的最新方法。你的税额试算通知书，这是要怎处理的？收到税额试算通知书，若是同意试算的内容，就会当利用这么多元的管道来纳税，完成申报。若是无同意，也是无收到，佫会当利用手机啊、平板电脑，也是电脑的网络报税哦。这么简单哦！假使收到的税额试算通知书是退税，也是免纳免退，爱记得回传确认，安尼才算是完成申报。税额试算真简单，多元管道轻松啦。税额试算真的是很简单，而且现在有开了非常多元的管道，重点是你记得要回复，也就是要上传这一件事情才算整个报税完成，不是只有钱缴了就没事，你还要上传完成，或者是把纸本资料直接寄到国税局或拿到国税局来进行整个的完成措施。那刚刚说到其实前面有手机报税嘛，每一个人都适用吗？我们要请教我们的游科长。手机报税的话，手机报税的门号必须是国人，而且是自己的，所以外侨、大陆人士跟企业是无法使用的。那他的信卡是必须是月租型门号，所以不含亲子卡或预付卡。那认证过程必须透过 4G 及 5G 的行动网络，所以使用的时候记得要关闭 WiFi。那有常有纳税义务人来询问，是说手机的门号是他太太的，那是不是也可以符合用手机做申报？是可以的，因为纳税义务人的本人啊，如果是他太太跟先生的手机报税的资料都是相同的，所以要手机报税的部分的话，要记得就是要行动电话去做认证，那他可以免出门，也免用 APP， 也免读卡机，非常的方便。但是现有的你的门号一定是要有本国人，是，所以要记得就是纳税义务人本人，而且还有就是你的 SIM 卡是月租型的，月租型的，而且不是月租型的，对，而且你在上网的过程当中不可以用 WiFi 哦。那大家就说为什么不能用 WiFi 呢？因为这个部分是要连接你认证，要连接你的电信公司，所以要把 WiFi 关闭。那门号的部分的话，就是说它不能够是亲子卡或者是预付卡，一定是要月租型的门号，所以才可以使用手机来做完成报税。是，那就是你就是要认那个门号就对了，如果 WiFi 的话是不行的，所以要请大家多注意哦。那接下来呢，就要来大家看看手机跟网络报税真的非常的容易，非常的方便。我们有准备小广告，让大家更加深印象。五六七八，你要回家了？我要去国税局报税啊。现在用手机就可以报税啦。先开启报税网页登录，验证身份，查看查调资料、税额估算表或编收资料。嘿，确认税额 ，Save， 选择缴税方式，线上缴税、零柜缴税都 OK。申报完成 ，Home Run， 而且附件可以拍照，直接上传，不用再跑国税局哦，一手搞定，超便利，手机报税最给力。到右边，左边，到左边，今天就到这里，我要去报税了。免出门哦，多种认证方式任你选，可用网络申报，也可以用本人的手机门号申报。这么多种，比我扮演的角色还厉害。而且附件还可以直接上传哦。另外，去年刚满18岁有所得的人，今年也可以选择自己申报，多元认证方式任你选。破水免走三关。报税真的是越来越容易，越来越简单。刚刚说到的手机报税，我们再请我们的游科长跟大家详细说明一下，手机要怎么报税，要注意哪些事项呢？手机报税登录系统操作非常的简单，
那纳税人只要完成下列的五大步骤，就其可以完成中所税的结算申报。那第一个的部分就是验证身份，可以选择行动的电话认证、户号加查询码及行动自然人凭证进行验证。那行动电话认证的部分是限本国人。第二的部分就是填写基本资料，系统会自动带入资料，也可以由纳税义务人自行增删配偶及受抚养亲属的资料。第三个部分就是确认税额，系统会自动计算缴退税的金额，还可以查看下载编修所得及扣除资料。第四个部分就是缴退税，那目前有提供两种的退税方式，就是直播账号或者是退税凭单。那六种的缴税方式：行动支付、委托取款、活期储蓄存款、信用卡、ATM 跟现金。那要注意的部分就是，其中活期储蓄存款账户的缴税，现以行动自然人凭证验证者才可以使用。那最后的步骤就是完成申报。那申报的结果及下载的收支点，可以选择你要是现金缴税，或者是你是用账户去做扣款就可以。那回支点的部分叫列印。那如果你完成申报的话，就会显示申报结果。那手机的话，报税的首页可以查询你的申报结果，可以做查询。如果常常有人就说，民众申报完了，那他可能想说他不早了，他是不是有完成申报，就可以在手机的首页按申报结果查询，那也可以下载你的收支点的 PDF 档。然后如果要减负的资料，会显示申报附件上传。那手机拍照的话，可以直接上传5到7张，张数最多的部分，如果张数附件的张数比较多，那我们也建议你要扫成 PDF 档去上传。那今年的上传的限制是15枚。好，就是有很多个步骤，等一下如果我们还有时间再帮大家来复习一下。那有民众就会说，除了这些问题之外，我们要有其他的对报税有疑问的话，除了上班时间打电话问，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管道可以询问呢？我们要请教马科长。那财政部为了要提供民众快速又便捷的税务咨询服务，那有推出了智慧客服国税小帮手，那有提供民众24小时的线上文字服务。那民众可以在财政部税务入口网站及国税局的网站，可以点选国税小帮手的图示，就可以进入国税智慧客服。那输入关键字或者是选择问题别，就可以及时获得所需要的答案。那如果需要专人服务的话，那就请在上班时间拨打国税局的免付费电话0800-000-321。0800-000-321，很好记耶。对。那所以现在知道大家有手机，可以拿那个手机出来扫一下这个 QR code， 马上就可以进入他的这个语音系统，或者是上网查一下国税小帮手。对，就可以抄到这个，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问他，因为一定会有人会碰到一些很神奇的问题哦。好，那接下来要请教我们的黄股长哦，请问112年度基本生活费每个人是多少呢？那又要怎么算这个生活费的差额？好，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个民众常都会询问哈，那112年的基本生活费每个人调整为20.2万元。那依照纳税者权利保护法，我们会保障基本生活所需的费用不课税。那它的公式是如何算呢？它就是基本生活费的总额去减掉基本生活费的比较项目，差额如果有正数的话，就可以从综合所得中减除。那基本生活费的总额怎么算呢？就是用20.2万去乘以申报户的人数。那基本生活费的比较项目呢，它包含哪些呢？它就包含免税额或是扣那个标准或列举扣除额，然后还有储蓄特别扣除额、身心障碍特别扣除额、教育学费特别扣除额、还有幼儿学前特别扣除额、长期照顾特别扣除额。这些扣除额相加再跟申报总额的总数相减，如果有差额的话，就可以从综合所得总额中减除。那另外再回答民众常常的一个疑问，就是他常常觉得说，
他本来生活费是没有，可是他增加了一个抚养亲属，为什么最后算起来结果还是没有差额？对，还是没有差。但是因为你这边总数相加以后，相对来讲你这边比较项目的扣除数同样也有，所以一加一减就抵消。所以民众常常会有这个疑问，问我们这些问题。所以抚养的人数越多，不一定不一定，因为你相对来讲，你减除项目也有可能增加。哦，是这样。所以这一块蛮多人在询问的。好，那所以要教大家的是要算好，要算。其实尽量大家用网络申报，因为电脑都会算好。哦，所以电脑会电脑已经设好公式，符合你对，你可以缴最少钱的方式来缴。所以大家如果能够用网络，就是直接用网络直接帮你算，比较快。对对对对。哦，所以大家记得哦，不要自己算，然后也要给电脑算一下，这样算一下，这样可不可以？哪一个比较优惠哈？那接下来要请教我们的游客长跟大家分享一下，个人受扣外国企业是什么呢？CFC 的部分的话，就是今年的112年的开始实施。那为什么会实施 CFC？ 就是为了防堵跨国企业或个人在低税负的国家或地区成立受控外国企业，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CFC。那透过将盈余保留在 CFC 不分配，来达到租税的规避的目的。所以我们会配合国际防避税的趋势及维护租税公平。所以 CFC 的话，就是在112年的1月1号来实施。那你除非你有符合有实质营运活动，或者是 CFC 当年度的盈余在新台币700万以下，是豁免规定免申报以外，那其他的部分的话，要记得你要依规定的部分要计算 CFC 的盈利所得，并入海外跟其他的应记录的基本税额。所以申报的 CFC 里面，我们可以申报 CFC， 可以检视这三个步骤。那第一个步骤，我们就来判断它是直接或者是间接有持有在低税负国家的地区以外的企业，它有没有达到50%，或者是具有它的重大影响力，该外国的企业即就可以构成 CFC。那第二个我们来判断的部分，就是说评估它是不是豁免 CFC 的部分。如果你是在国外的部分有实质营运，或者是 CFC 当年度的营运在微量的门槛以下的话，就没有符合。那我们第三个的部分，如果你是符合 CFC， 我们要来计算申报 CFC 怎么计算，就是按照 CFC 当年度的盈余乘以你的直接的持股比数，再乘以你的持有期间，就等于我们个人的盈利所得要申报到基本税额里头。哦，所以就是个人受控外国企业，所以你在国外如果赚了超过700万，国家就会帮你扣税，就是他要来做 CFC 的做申报，那我要进行申报，对，然后也会扣税吗？嗯，看他的部分的话，如果超过，因为基本税额的部分，112年是免税额是670万，670，对，哦，所以大家也是要算好，不过只要超过700万，就要来进行 CFC 的申报这件事情。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请教黄股长了。其实民众很多在报税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些不一样的问题，现在第一线的面临到的是最多最有感的，那我们要请黄股长跟大家分享一下，民众报税时应该要注意哪些事项呢？好，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民众申报常见的错误事项哈。那这里有跟大家介绍好几样，第一样就是那个抚养亲属的部分，我们常发现民众误申报18岁以上，他没有在学服役或待业，或者是在补习班的有谋生能力的子女或兄弟姐妹。那第二种情况是兄弟姐妹重复申报抚养哈。第三种情况就是增列抚养亲属的时候，他那个所得没有同时合并申报，导致漏报抚养亲属的所得，这个是抚养亲属部分常见的错误。那第二种情况就是捐赠的部分哈。那我们会有时候会发现说有低价买进不实的捐赠收据，或者是列报没有登记的机关团体的捐赠。那也有一种情形是误报光明灯啊、安泰税啊，或者是支付塔位等有对价关系的款项，这些都是不能列报的。那第三种介绍一下保险费，
保险费的话，我们常会发现物裂报非直系亲属的受抚养亲属的保险费，或者是申报非全民健保的人身保险费，超过每一个人保险费的限额24000。那房贷的部分呢？房贷的部分每户每年最多是可以申报300000元，但是必须先扣除储蓄特别扣除额。另外，修缮或消费性的贷款利息支出是不可以扣除的，然后也不能同时申报房贷或者是那个房屋支出。哎，所以储蓄扣除了，电脑也算得出来吗？会，电脑都知道。所以你存多少钱，其实国家都知道的概念就对。所以用电脑。然后你刚刚说的第一个就是18岁以上，然后兄弟互相报吗？18岁以上就是说有谋生能力的子女或兄弟姐妹是不能报的。那另外就是说，已经开始赚钱的。对对对对啊，还有就是兄弟姐妹重复申报父母。哦，父母重复申报，比如说这个小孩就申报2次。不是不是，就是哥哥也报父母。弟弟也报父母，弟弟也报父母。那我们这时候的解决方式就是请他们去协调。协调，对，就只能报一个。真的不行的话，可能就是，看父母主张，自己也会主张说他被抚养，或者是我们会看一些抚养事实。哦，对，这一块。所以也真是蛮复杂的。然后另外就是收据的部分，对不对？对。收据也很多民众会提出疑惑，比如说他是捐善款的，没有对价关系的才可以列举。那电脑也知道吗？但是那个机关团体要立案，那个机关团体必须要立案，对对，要立案才可以报，才可以。那我们国税局其实已经收集蛮多的，已经收集蛮多。对对对，国税局真的好厉害哦。是，那再接下来继续再跟大家报告。你有20分钟可以讲。对，有关那个医药及生育费的部分啊，那常常会看到民众列报非属医疗性质的医美整形啊，或者是坐月子的费用，或者是看护费用。医美不行。医美不行。对，或者是住院期间的餐费，这样也不行。坐月子也不行。对，那跟医疗没有关系。哦。对，那教育学费特别扣除的部分呢，常常会有发现误列报本人、配偶或受抚养兄弟姐妹的教育特别扣除额，因为这一块是可以列报的，是本人的子女才可以列报。子女才行。对，其他横的都不行。对。那另外也有列报子女就读国内外还有大陆地区没有经教育部认可的学校。哦，那也不行。对，就比如说你小孩去美国花了200万，不行。对，如果像有一些都会去念语言学校，那块也是不行。那也都不行的。对对对。那再来就是介绍一下夫妻分开申报的部分。那除了法定部分的话，另外配偶间常常会因为感情不睦而分居嘛，那导致他们没有办法合并办理结算申报，那他们会各自填写一张申报书，但是他们都会漏掉配偶的姓名或者身份证字号，还有勾分居这一块，如果漏掉的话，就会不符合合并申报的规定，会导致会被受罚。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你想要分开申报的话，你就是必须把你的配偶名字写上去，对，然后还要勾分居，对，还身份证记得要填，好，身份，这样我们才可以去合并他们的所得。对，然后最后一个，也常发生，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就是说，如果你采用网络申报的话，你用申报系统会可以产出检核用的计算表，因为一般人就会产出计算表，先去试算看看划不划算嘛。那有时候他们常常会漏报，漏执行申报资料上传，或者是他们用现金或信用卡缴税，缴完税以后也会忘了执行申报资料上传。导致是没有申报成功，就变成一个没有申报的案件，所以这里可能真的要提醒大家，记得要执行申报资料上传。是，对对，这件很重要，就是最后整个缴完钱，你还是要做一个动作，就是真的完成上传的动作，或者是把资料递到国税局的这一个动作。是，好，就是这几个比较是大家可能会犯的错误。那等一下如果我们有时间，也请黄股长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什么样的错误大家比较容易犯。那接下来我们要请教马克长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什么样的方式报税可以第一批退税呢？好，那就是跟大家报告，今年我们第一批退税的时间是在113年的7月31日。那就是如果还没有申报的民众想要在第一批收到退税款的话，那就请大家在5月31号以前，我们可以用网络含手机申报，然后税额试算我们可以线上登录或者是电话语音回复。那
之前的就是五月十号前你税额试算你有书面回复到户籍地的国税局的话，都属于我们七月三十一号第一批退税的范围。那另外退税的方式啊，我们有存款账户退税以及寄发退税凭单，那我们都建议采用说纳税义务人或配偶或受抚养亲属的存款账户退税。那如果说你有留存款账户的话呢，那我们就是在113年七月三十一日退税款我们就可以直接汇入账户。那在这边提醒民众啊，国税局我们不会通知您到 ATM 去操作收领取退税款。那如果有接到类似的电话，那就是请民众拨打电话到户籍所在地的国税局或者是反诈骗的专线165去做查证的动作，以免上当受骗。是，哎，这真的很重要，不要被诈骗集团把你的钱给骗走了。那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第二批跟第三批的退税时间？好，那我们就是第二批的退税时间是在113年的10月31号，那第三批的退税时间是在114年的1月20号。那我们在这边还是希望说大家多用网络或是手机报税，就可以在第一批退税的时间，就是在113年的7月31号就可以收到退税款。是，所以大家要是荷包的话，就是网络报税最快可以收到退税款。那接下来要请教我们的黄股长，跟大家分享一下缴税的方法非常多，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让大家可以省些荷包？那我们先来看看有哪些方式啊？对，现在我们缴税方式现在非常的多元。那现在跟大家介绍有这么多种缴税的方式，第一种就是活期储蓄存款账户转账，那这个现凭证申报。那这个使用的限制，他这个本人要限本人的账户缴税。那第二种情况就是晶片金融卡，晶片金融卡缴税有含行动支付，这个都会从里面直接扣款哈。那这一块也是不限本人的账户。第三种是电子账户哈，电子支付账户缴税，这个不限本人的账户。第四种就是我们俗称的 ATM 缴税，这个也不限本人账户。所以目前就是这三种可以不限本人账户，不用本人账户缴税。那前面这四种它都是线上即时扣款，所以你操作完以后钱就是直接缴税了。那第五种就是信用卡缴税，那信用卡缴税的话就是限本人或配偶的信用卡。那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下，它是在6月11号请款，所以请大家大概注意这个时间的信用卡缴纳截止日的账单。那第六种是微取，就是账户扣款，它限本人或配偶的账户缴税。那我们请大家在5月31号要预留足额的存款，我们国税局会陆续在申报截止后陆续进行扣款。最后一种是大家常见的方式，就是现金或票据缴款。那现金的部分原则上就是可以列印缴款书去金融机构缴款，那邮局不含。那另外邮局不行啊？对，邮局不行。那如果是三万块以下可以到便利商超商缴款。那如果你是用手机版或是线上版的报税，3万块以下的话可以取得一个缴纳单的编号，我们就可以去超商媒体资讯机去列印缴款单直接缴税，大概是这几种。哇，所以后面也有民众会疑惑，对不对？为什么邮局不能去缴税，但是邮局就是不行，只能去银行。是，然后另外呢，就是去超商要缴，去超商缴税也可以，但是要3万块以下。对对对。对，然后就是去用电脑算出你今年度到底怎么样缴税是最划算，电脑算是最划算的。对对。好，那当然了，在家里报税可以抽大奖吗？我们要请教马科长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那就是跟大家讲说，我们今年呢，就是有网络报税奖。那只要说你是在家，就是自行网络申报含手机报税，那或者是你税额试算呢，你是用线上回复，就是含语音回复，或者是用线上登录缴税的话，那都可以参加我们的行动易报税好礼相送的抽奖活动。那头奖奖金有20万元哦，然后总奖金的金额是465万元。那就是如果你是符合网络报税奖的话，那而且你是用手机报税，或者是说您是就是用一化方式缴纳税款，
或者是你有设定金融机构账户办理直播退税的话，我们还可以另外就是有加码电子礼券，这个部分也都是每人都有吗？对，就是你如果符合网络报税，又符合我刚刚讲的这两个条件，就是就可以抽两种奖项。哦，好哦，我以为每个人直接先送500块，没有，也是要抽奖的。好、哦、好好，那接下来要请教我们的游客长，其实因为基隆有一个很大的变动，就是我们的七堵计生所不见了。我要请教游客跟大家分享一下，哎，现在到底是到哪儿去呢？因为组织的做整并，那113年的1月1号开始，原来的七堵的业务就整并到我们基隆分局，所以七堵区的跟暖暖区的民众，记得不要前往七堵的行政大楼去报税或申请资料，那可以请就近的国税局办理。那我们基隆分局的地址就是在基隆区基隆市安乐区安乐路2段162号。那如果你有任何的税务问题的话，可以也可以拨打电话02-2433-1900，然后或者是免付费的服务电话0800-000-321。那提醒七堵或者是暖暖的民众，记得不要到原来的七堵的行政大楼，可以就近的国税局完成申报，那也可以自己在家里面用网络申报或者是手机报税，非常方便。那如果你符合税额试算的话，有收到我们税额试算表，可以自行线上回复或者是语音回复确认。那说如果你是缴税案件的话，完成缴税就可以完成申报了，谢谢。是，哎，真的，现在缴税真的很方便。其实这样看下来，其实手机报税是最方便，因为你有你的号码，就直接对你的人头、你的户头。那我们要请教我们的游客，再跟大家详细解说一下手机报税的5个重要步骤。手机报税的部分，它其实非常的方便。那第一个步骤的话，我们手机报税的话，我们就是可以浏览到浏览器里面搜寻报税，然后进入财政部的电子报税系统，然后我们只要按出手机版，然后按我要报税，那这样子会出现了手机报税的网页。那第一个步骤的话就是身份的确认，那行动电话确认是最方便的，它只要是输入你的健保卡卡号、电信业者，那这样子就可以做行政电话的去做身份的确认。身份确认完了以后，我们就是第二个步骤就是填写你的基本资料，那系统的部分会自动带出来。目前我们的系统带出来的部分就是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跟直系亲属、尊亲属，你要直系尊亲属要连续抚养2年，那系统也会带出你他的所得跟扣除额。那有些人就会跟我们讲是说，哎，他的抚养亲属如果他要减少他的爸爸或妈妈要删除的话，是不是也可以在手机里面做删除？是可以的，这个系统一样可以删除。因为爸爸妈妈赚的比他多。哎，如果他的所得比较高的话，抚养他是不利的。那有可能是说，哎，我今年是由他爸爸来做，他哥哥来做申报，那他爸爸可能是要今年的部分要让他弟弟抚养，那你就可以把他删除掉。那有可能是说，你要新增抚养亲属，也可以在这边的部分做新增抚养亲属。那第三个步骤的部分的话，就是你的所得资料你可以做修改。如果你的对所得的崩有其他的所得啊，大部分的话就是你有财产交易所得或者是执行业务所得，我们没有归户进来的，你也可以新增所得。那最后的第四个步骤的部分就是你的缴税，看你是要缴税案件或者是退税案件，那其实非常方便。我们现在目前退税的话有2种方式，就是你可以汇入你的账号，或者是到国税局的部分领取你的退税凭单。那这样子的话，退税凭单的话要到国税局其实是麻烦的，等于是你还要多跑了一趟，所以可以多多利用用账户的部分去做退税。那缴税的方式的话有6种缴税方式，那也可以多多的利用。最后的部分的话就是要把你的收支联的部分去做列印，那它也可以做存档，
好，那如果你家里面没有列表机的话，你可以做扫描，哦，就是截图拍照，哎，对，拍照截图，让你的资料的部分有留这个档案编号也可以，也不一定是说你一定要接读那个列表机哦，就所以手机申报是非常非常的方便，是真的，大家都要善用周边的工具，这样让报税真的是非常 easy 这件事。那我们要请黄股长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有没有什么报税时民众会碰到的一些问题或困难，或者是有些争议的点？我们还有20分钟哦，好。那我在这里再跟大家补充一下，像我刚刚讲那个医药费部分啊，那许多很多民众其实有请领保险，那记得保险部分是要扣除的，因为我们在查核当中常常发现民众都是全额申报。好，那另外有医药费的部分，也有我们也有发现，就是说民众是取得的医药费收据是非属健保医院，或者是不是财政部认可的医院的收据，那一块也是不能认列的。对，那再来就是说提醒大家，因为我们每年的5月1号人潮是最多的时候，那因为民众常常要试算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式嘛，所以他可能会拿很多家里的资料，儿子啊或是几个儿子一直请我们试算，那可能会造成排队人潮会塞车，所以我们会比较建议说中旬人比较少的时候再来试算，对，不然有可能民众一坐那个柜位就会一个小时，就一个小时一直在试算，十几次都有，对，我们有遇到这种情形。好，对，那另外民众也有在问说查询码取得的方式，如果他不能来，其实可以就是去超商用健保卡查，就是可以取得查询码的方式。对，那其实最快是手机嘛，认证直接就马上查到。对，哦，好，那就是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试算，可以再跟大家详细说一下，比如说他的年收入60万，那他到底要缴多少税之类的？你是说试算的方式？试算方式，对，试算的啊，你是说那个扣除额，然后可以民众可以怎么样把自己的那个了解一下，到底那个税是怎么出来的？哦，对，一般我们在算计算税额的时候，民众常常会问说，那我今天抚养这个父母划不划算？那我们一般的免税额是92000嘛，哈，那如果那个父母有薪资所得的话，那薪资所得还可以扣20.7万元。那至于说划不划算，我们就会看说，如果你抚养这个父母，他的所得高于这些的话，其实算起来是不划算的。所以他只要赚超过29.2加2.7，30万。对，有可能就是看这个父母是不是有薪资所得，如果他没有，他只有鼓励的话，那因为鼓励可以8.5是可以去抵税的，所以有可能他鼓励所得加上去以后还是划算，还是划算的。对对，但如果超过就不划算。对，那另外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民众也常常会问说，那我今天要抚养父母可不可以？那如果是60岁以上，就是没有规定，就是都可以，不管那个父母所得多少，只是说你自己要看划不划算而已。那如果说60岁以下，原则上就是不超过基本生活费，像今年是20.2万元，不超过的话才可以抚养。对，那可不可以跟大家就详细说一下，就是基本生活费今年度是20.2万。对，那如果是刚出来工作的年轻人，他如果年收50万的话，那他大概要缴多少税？那50万的话，你就那一张牌子对不对？20.5万。这一张是，其实这一张主要是跟大家介绍基本生活费的计算公式。那如果说你要去算说他今年要不要缴税，我们一般就是会扣掉免税额92000。92000。对，那如果有薪资的话是20.7万。20.7万。对，比20.2万。这是基本生活费，这是另外一个项目还可以扣除的，还可以再扣。对，那还有标准扣除额，标准扣除。对，单身是12万，所以他要缴税吗？对，他如果不抚养父母的话，如果50多万会缴到一点税，会缴到一点税。对，哦，大概是这样。好。所以其实这个算起来其实会有点复杂，对不对？对，因为我刚有跟大家介绍说，如果你增加抚养亲属的话，那因为你增加抚养亲属，基本生活比较项目的合计数这里面有这些，
那如果这些比如说他有储蓄特别扣除额的话，你增加的话，这个数字也会增加，相对来讲它就会有抵消的效果。所以不一定你说比如说你抚养爸爸，但爸爸有储蓄，对，然后那钱就会算进去，对，因为你总额会加上去嘛，对不对？那可是你的减项的部分，这些也会再加上去，所以有时候一加一减，所以不见得会划算，有可能他们常常算出来说，哎，奇怪，我加上去怎么基本生活费差额好像也没有增加？对对，那可是教育费应该可以，教育费就可以，因为父母不会有哦，对，就是或者是长照，如果长辈没有储蓄，然后又有长照，那个算下去就会比较。对，如果是再加上去，你加一个长辈这些项目，你再加上去的话，那有可能算起来也不会有基本生活费的差额。是，哇，所以很多民众都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对对对对。好，那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民众注意的呢？大概目前就是这些。那你要不要说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现在手上拿的这一个？好，那刚刚有跟各位介绍税额试算通知书嘛，那我再介绍一下，就是那个这个缴税的方式，就是说如果说你收到税额试算通知书，你是属于缴税方式的话，你只要去缴税就完成申报。那他缴税的方式有这几种，一种是行动支付缴税或电子支付缴税。我们前两天也有遇到民众在问说行动支付怎么缴税，其实你就是进入那个行动支付的网页，那他会去连接缴税这个画面，那你只要输入你的说 Line Pay 之类的。我那天遇到是台湾 Pay， 台湾 Pay 啊。对，那你就进入台湾 Pay 的网页，它第一个网页它就会有缴税的画面。对，那连接进去以后，它就会有一个综合所得税缴税的画面。我们只要输入身份证字号，再打上缴税的金额，这样就会完成缴税。就是其实那更快哎。对。其实行动支付还蛮方便的。那刚刚那个科长也有讲，他又可以多一重抽奖啊。对，哎，真的是审核不。对，所以如果你是用手机报税、网络报税，再加上行动支付缴税，其实抽奖又多很多重。对对，信用卡缴税也是啊，还可以累积点数。要看信用卡的公司。银行是。那我们再请那个游客跟大家介绍一下哦，就是CFC 好不好？为什么会今年特别关注在这个议题上呢？应该是说它的今年的，我看一下，个人受控外国企业。对 ，CFC 的话是今年的是第一次。那常有人来询问，那这个其实 CFC 的族群蛮多的，对不对？应该是有符合在基本税额里头的人会比较多在使用。那我们目前的话 ，CFC 的部分它是并入到你的基本税额里头去核算。那基本税额里面的话，就是要含海外所得。那海外所得的部分大概就是跟国内的一样，有四大类的所得。那加进去的话，这个 CFC 就是在海外所得里面的有一个的是 CFC 的盈利所得，然后其实合计在做计算。所以其实 CFC 的话，目前虽然是112年第一次在做那个做申报，对，那我们也是在电子申报系统里头都有，都查得到，对，都可以去做申报，那很方便。你就是有栏位的部分，你可以 key 进去，然后你可以计算到说你的税负是多少，所以大家可以多多使用网络申报、手机申报。是。那刚刚有提到一个，可能要跟大家补充一下。就是今年的新的有一个税额试算吗？估算表。好，所以刚刚有提到那个争取股长有提到是说税额试算的，因为今年税额试算的出单的条件有跟以往的不同，所以税额试算的件数会越来越少，所以它有今年的增加在线上版的。还有手机版的，它有多增加了一个查调资料税额估算表。那常常就有人问我们说，这个估算表是做什么的？这个估算表就是简易的
税额试算一样，等于是说你进去手机的以后，你有符合，它就会有浮出一个查掉这个估算表，那你就可以大概看一下你是要缴多少税金。但是要提醒，这个估算表不是完成申报，你如果完全看了估算表里面的金额是完全正确的话，记得一定要来走到最后的步骤完成申报上传。你不要说你点选了一个估算表，哎，看金额完全都是正确的，然后就缴税，没有，然后你就放到后面缴税，可是你没有做上传，你还是没有完成申报，就算缴了钱也不行嘛，对不对？对，所以一定要做到最后的步骤。你前面的话，第一个在首页的时候，你就看到你的估算，它这个估算表就是让你可以点选进去，可以直接就可以看到说，哎，你这个要缴多少税金。里面的内容就可以在估算表里面看到。那你还是要，如果你说哎，这个估算表是正确的，你要走到下最后的步骤，你不要估算表一样的话，哎，没错，那你就以为你已经完成申报了，是没有的。好，所以它就跟税额试算一样，即使你是不补不退案件，也记得一定要做确认。有些人他收到税额试算表，他以为是说，哎，我是不退啊，那我干嘛要來？我不用缴税啊。对，我也不用缴税，我也没有退税啊。可是你要来做确认，好，你可以纸本的送件税额试算表，也可以是说线上的点选或是语音去做确认。记得要确认，我们才知道是说你觉得这个申报资料是正确的。是，嗯，要提醒民众。对，那如果民众比如说不缴税，他就觉得啊，那他就不用申报了。那他之后被查到会被罚吗？哎，他变成他就是没有申报案件，即使他收到税额试算表，然后他是不退的案件，那他也没有在做纸本确认或者是语音确认，那他就会是变成是未申报案件的。哦，那所以未申报案件就会受罚吗？嗯，要看他的漏税额金额是多少。但是如果是已申报案件的合课期间是5年，那未申报是7年。那如果说他之后的部分还有所得的部分再漏报通报进来，那未申报的罚则就比已申报的罚则还要重。嗯，跟他提醒税额试算，如果是不退案件，也要记得一定要做确认。好，那就是今天很谢谢三位专家带大家来了解。我们剩下最后3分钟，我们要请三位再跟民众呼吁一下，好不好？我们先请鼓掌。在这里再一次大家提醒大家，如果收到税额试算是属于不退或者是退税的案件，记得一定要回复哦。一定要回复，很重要，一定要回复。不管怎么样，你就是要按申报就对了。对，好。好，那我们就是在这边提醒民众啊，希望民众可以多加利用网络或手机报税。那除了可以第一批退税以外，还可以参加抽奖活动，快速又方便。是，而且头奖是20万，对不对？对，头奖是20万元哦。然后还是要提醒，行动电话认证非常的方便，那你可以免出门，也不用 APP， 然后也不用有读卡机，所以多用手机，然后行动电话认证。是用手机，记住就是你的号码，就是你们这一户要申报的钱，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来利用一下，真的非常的方便。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国税局的专业人员在节目中的细心解说，报税透过正确的管道和方式都可以轻松做到，还可以省荷包哦。那最后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行动一报税好礼大相送，所以你只要利用我们的网络报税、手机报税，就可以参加抽奖活动，总奖金465万，头奖20万，总共会有11836位得奖名额，所以要邀请大家5月31号前记得用网络来进行申报。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宾，我们下次见喽，拜拜。5、6、7、8，哦，你要回家了？我要去国税局报税啊！现在用手机就可以报税啦，先开启。
起报税网页登录，验证身份，查看查掉资料税额估算表或编收资料，嘿，确认税额 ，Set， 选择缴税方式，线上缴税、临柜缴税都 OK， 申报完成 ，Home Run， 而且附件可以拍照直接上传，不用再跑国税局哦，一手搞定，超便利，手机报税最给力。来去国税局报税啊！即马用手机啊，就会当报税啊！申请可以帮到报税页面完成身份查验，查看调查资料、税额构成表，也是资料背景。嘿，确定税额，税，选择纳税的方式，会当伫网络，也是柜台内都 OK 申报完成。Home run！ 而且附件会当去上直接传去你网络顶头，唔免再走国税局哦。操作简单，真便利，手机啊报税上舒适。你的税额气算通知书，这是要安怎处理呢？收到税额气算通知书，若是同意气算的内容，就会当利用这么多元的管道来纳税，完成申报。若是无同意，也是无收到，阁会当利用手机啊、平板电脑，也是电脑的网络报税哦。这么简单哦！假使收到的税额气算通知书是退税，也是免纳免退，爱会记得回传确认，安尼才算是完成申报。税额气算真简单，多元管道轻松啦。唔记酸药吃酸通知书，了安样会处理？收到酸药吃酸通知书，一个同意吃酸内容，做得利用了就当然罐头来缴税，完成申报；一个不同意，分没收到，还做得利用手机、平板、发电脑名录报税哦。按简单哦，一个收到酸药吃酸通知书，去退税发不缴不退，要记得回复确认，将算完成申报哦。酸药吃酸同简单，当然罐头强重缴。到右边，左边，到左边。今天就到这里，我要去报税了。哎，报税免出门哦。多种认证方式任你选，可用网络申报，也可以用本人的手机门号申报。这么多种，比我扮演的角色还厉害呢。而且附件还可以直接上传哦。另外，去年刚满18岁有所得的人，今年也可以选择自己申报。多元认证方式任你选。报税免走三关。That's all for today. I'm going to file my tax returns. Wait, you can file tax returns at home. Pick any authentication method you like to file your tax returns, via the internet or with your mobile phone. So many ways, more than the roles I can play. Attachments can be uploaded directly too. Those who turned 18 last year can file their own tax returns this year. Diverse authentication of your choice. Easy online tax filing service. 5, 6, 7, 8你要回家了，我要去国税局报税啊！现在用手机就可以报税啦！先开启报税网页登录，验证身份，查看查掉资料税额估算表或编收资料，嘿，确认税额 ，Set， 选择缴税方式，线上缴税、临柜缴税都 OK， 申报完成 ，Home Run， 而且附件可以拍照直接上传，不用再跑国税局哦，一手搞定，超便利，手机报税最给力。你的税额气算通知书，这是要安怎处理呢？收到税额气算通知书，若是同意气算的内容，就会当利用这么多元的管道来纳税，完成申报。若是无同意，也是无收到，阁会当利用手机啊、平板电脑，也是电脑的网络报税哦。这么简单哦！假使收到的税额气算通知书是退税，也是免纳免退，爱会记得回传确认，安尼才算是完成申报。税额气算真简单，多元管道轻松啦。到右边，左边，到左边。今天就到这里，我要去报税了。哎，报税免出门哦！多种认证方式任你选，可用网络申报，也可以用本人的手机门号申报。这么多种，比我扮演的角色还厉害呢。而且附件还可以直接上传哦。另外，去年刚满18岁有所得的人，今年也可以选择自己申报。多元认证方式任你选，破税免走三关。你的税额气算通知书，这是要安怎处理呢？收到税额气算通知书，若是同意气算的内容，就会当利用这么多元的管道来纳税，完成申报。若是无同意，也是无收到，阁会当利用手机啊、平板电脑，也是电脑的网络报税哦。这么简单哦！假使收到的税额气算通知书是退税，也是免纳免退，爱会记得回传确认，安尼才算是完成申报。税额气算真简单，多元管道轻松啦。5, 6, 7, 8，你要回家了，我要去国税局报税啊！现在用手机就可以报税啦，先开启。
起报税网页登录，验证身份，查看查掉资料税额估算表或编收资料，嘿，确认税额 ，Set， 选择缴税方式，线上缴税、临柜缴税都 OK， 申报完成 ，Home Run， 而且附件可以拍照直接上传，不用再跑国税局哦，一手搞定，超便利，手机报税最给力。